香港好多人都失去同情心，或者被其他人同化变得冷漠，选择不理会一些不关自己的事。例如在学校有同学被人欺凌，有钱的人变得更有钱，相反穷的人变得更穷。好多人都成日说我没事，又或者是没问题，甚至有人说我生活在香港感到非常快乐，但是这样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到他们心里面的感受呢？当我们去欺负其他人，或者吃好东西，生活在条件好的地方，又或者取笑其他人的时候，那些受害者是否又会感到快乐呢？我们究竟只是要关心自己开心不开心，还是要跟世界分享快乐呢？